欢迎来到轻轻松松宇宙最强健身直播间。哎呦，我觉得你们刚刚跳的都不对。哪不对？应该听我的啊。健康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什么？听医生的话。作为一个医学生，我还是掌握了一些基本功，尤其是护士的三叉七对，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，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。三叉是操作前叉、操作中叉、操作后叉，七对是对床号、对姓名、对药名、对不起，剩下有点记不清了。我能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呢，因为我曾经也有些自己的问题，有负面情绪是正常的，心里难过了呢，不妨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，认真悲伤，想哭就哭，每个人都可以哭五分钟，但李诞嘛，想想你的人生，你得多哭一会儿。这几年啊，有的年轻人呢非常的惜命，可是有的年轻人就完全不怕啊，都被救护车啊送到医院了，他还得说，我在网上查了，我这病没啥，吃点药就好了。我就在想，你那么信网络，你咋不叫救护车直接送网吧，咱来个包宿治疗。我的天！